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咁大家见到呢段短片嘅时候咧，咁就打紧第三封印嘅。点解会打第三封印呢？纯粹想试下呢一对传说中嘅戆居居不转珠秒杀王队，系啦，即系戆居居嘅。咁咧就今日咧，我唔知即系要好彩定唔好彩啦。咁我就，我就去抽咗四只吕布翻嚟啦。咁对我嚟讲咧，就冇乜特别大意义嘅。吕布嚟讲，我就觉得一只已经够噶啦。咁但系咧，既然抽咗咁多咧，咁就帮大家实验一下，究竟呢一对不转珠秒杀王队究竟 work 唔 work 啦？系啦，咁见到咧，呢一对嚟讲咧，佢血量咧非常之低，因为吕布本身系魔族啦，佢好高攻嘅，但系咧血咧低到飞起。好啦，打王啦。嗱，呢个系有特别能力嘅王啦，咁就强化盾嘅，系啦。但系咧，吕布咧系能够咧对呢啲有强化盾，即系有任何嘅嗰啲叫乜嘢？任何嘅，即系呢类型嘅特别技能嘅 boss 咧，都能够作出伤害嘅。系啦，咁咧就但系佢嘅 trade off 咧就要换咗自己一半嘅血，系啦，咁系现时一半嘅血嘅啫，并唔系我嘅总体一半嘅血，所以可以不断放呢个技能嘅。咁我而家就示范一下，嚟啦波，咚！我好中意嗰下咧储气嗰下嘅感觉。OK， 为免。阻住曬，我都係一次過。砰！我中意喺個心心嗰度咧，有個儲氣嘅感覺，好 high 啊！砰！叮咚！係啦，到最後啦，仲有一隻。砰！咁呢個好處咧就係、如果你捱咁好彩啦，用呢一對捱到入王嘅話咧，基本上冇一隻王難到你嘅。冇一隻王，每日冇一隻王難到你嘅，你係能夠用呢個嘅好變態嘅五隻吕布啦去秒殺佢嘅，就係咁。咁但係呢對你話係咪好 OP 咧？我自己又覺得一來啦應該就唔係咁容易抽到啦，係件啱 skill level up 係啦。咁唔會有太多人抽到啦。同埋如果假設嗰啲先攻盾啊嗰啲我死咗噶啦，因為咧我得個五千幾血嘅啫，係非常低血嘅。咁但係咧，我有好鬼高回復力嘅喎，係啦，你見到回復力咧，雖然呢度得一千啊，咁但係咧我有1.5倍回復嘅，係啦，所以咧呢度嚟講咧，即係玩嘢多咯。你話係咪每一關都真係咁實用咧？我自己又唔覺咯，係啦。咁同埋咧，其中一隻吕布，我建議咧。其实真的不用三隻吕布都够，我自己换一隻机械龙下去，咁可能撑一撑血分分钟仲好添，我自己觉得系啦，或者换只万魔又得啦，系啦，万魔就 OK 啦，系啦。咁换机械龙咧，因为机械龙喺边啊？一来机械龙咧佢多血啦，我有3000多血，成对嚟讲咧变翻实用翻好多啦，系啦。咁其实。是不是真的需要四隻吕布呢？四隻吕布是纯玩的东西，真的能够去捱到王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这个吕布的棋掉死他啦，是不是暗游不转珠都秒杀所有王啦，是吧？但是实际上不算真的很实用玩的。是啦，那这句梦幻的组合呢帮大家达成了啦，但是我并不开心，因为我想要的是其他不死魔族，他竟然给了那隻吕布，我真的顶他了 dude 啊。系啦，咁我抽完咧，我系得两只不死啫，一只光，一只暗，就系咁大把，水火木我都冇，可恶，好妒忌嗰啲咧，廿抽已经齐五只不死嗰啲人啦，即系掉落街。好啦，我发泄完啦，今日呢段片去到呢一度啦，咁啦，未 subscribe 嘅朋友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啦，拜拜。